大众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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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好，看这个讲义啊，这到沈阳来这个讲义啊，没有讲多少啊，所以还是要赶一些进度，因为下面再去这个哈尔滨带也只有两天了，两天呢要把这些都讲完啊。然后看文字，问：如佛所说，我于三大阿阿僧祇劫无量勤苦方成佛道，云何经说唯止观心至三毒名为解脱？祖师答：佛所说言无虚妄也，阿阿僧祇劫者即三毒心也。任何的食量都是现前众生分别嫉妒。所有人也人问，好像这两天也有人问，到底这样子观心要多长的时间？是不是要需要很长才能够心里面才能够去契入去体会？但师父教你的是，你念念在感受之中，你就去体会那个明明白白。最初下手就去体会那个明明白白。你真的要是如是听话，如是用心，你那个明明白白处是念念批驳，你觉得长，觉得短时，你都知道明白的是谁。你自然而然在心里面过去的烦情之中，会心里面起出种种疑惑，到底要多久，这样对不对，是不是让参，这样是不是还在流转，或者是只是要这样子参吗？这类似的种种声音，你就是看着它明明白白，就是祖师常讲的明明知了了见，就你要去不断的熟悉那个明明白白，熟悉那个自己念头起处，你念念不再为他所迷惑。刚开始你会觉得那念不被他迷惑处，好像就跟现在的心理好像有很大的差别，很大的这个心理不适应，那是因为心不熟固嘛。将来你熟识，你自心所起的念头你都不迷惑，当你不迷惑时，你反而更清楚念头，而不但更清楚念头，你所有的自心所起的问句，就是这样做对吗？你自心能够作答，自心就知道如是如是如何是对。因为你只要心不迷，不像过去只是抓着现前感受的局部的那个局心，你就是那个能清楚一切念头，自心能起种种智慧，也就是慧能讲我自心常生如是智慧。就是如此，其他的你再说任何你以为的意识的填充，不断的充填，那叫智慧吗？都不是。那些东西你自己常用常念之时，你都觉得不会是实在的。那有的时候你心变了，你所感受的东西就通通不一样。但是能觉得那个清净却不同。你不但能知道心变了通通不一样，你在心变了通通不一样时，你还叫智慧，因为你明白一切心，你明白一切也不一样，而且你就不是过去抓着不一样，你就受那个不一样的差别，那是迥然不同的，那叫旁观者清，旁观者清，你都有这样的智慧，你现在就在用那样的智慧，你都有那样的如是的本来的面目，你现在都在具足如是本来面目。我说你现在是你现在那一念，你觉得真的吗？师父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有吗？光这一念都具足。你那念大觉心体，那念觉明心性也从来没离开过你。不然你在谁在那边分辨你先前的这一句话？谁在又在你现前的这句话又会不断延伸下一句下一句，一直不断的任其变化，只是你不肯去回头去念念熟悉而已嘛。你要但念念熟悉，你将来就会站在觉明的清净上看感觉，觉明的清净上最起码就是旁观者清，你自己起的疑句，自己起的疑问，就自心解决，自心他就能够找到答案，找到道理，
对。所以三毒那个阿僧祇劫三毒心眼，这个阿僧祇劫的时间的时量都是妄想。你要是都能够在这一念之中看住那一念心，是长是短你都能看得住，你根本不在被长被短之中的束缚。你将来习惯时就是那一念，就那一念心成佛的。那一念心它可以照时间的长短，它是长短吗？它从来不是长短。时间再怎样长短，就是要你熟悉那一念心，熟悉那一念心就不是时间长短的束缚。所以你不必问长还是短，你当下看你是不是还在习惯被念头束缚。但要心不住于心，心不取于心，就是行者的最初下手处。那你说如何心不取于心？你先知道那个明明白白处，你要明白那个那一个明明白白的那个心中最初的体会。现在有很多人在修这个，他立了很多的名字，什么明点啊什么的。你不管明点什么，都要你清楚那个明心，它绝对不是现在你认为的明点。但是哪一点不是你当下能明的那个当下开始？所以明点没有一点的，明点哪有一点？处境也没有任何境界的，处境当下全都是处境，你要接触的处，处境现前，你每一个念头都是处境。你要体会那个处嘛，处就是你心中要能及能接触到你能及处嘛，什么能及？你发心能及，这才叫处境。什么叫明点？你念念现在，你懂得在一切感受之中，你已经回光救明，叫明点。明心开始，你一定心中还不适应，但你绝对要相信道理，因为道理先要贯彻，理虚顿悟是要渐修。你知道你的决心就是明吗？你要不守住如是明，你将来就是在暧昧之中，永远受其势力流转的可怜苍生吗？你愿意吗？明明你就一句如是智慧，你却不愿意做，却被自己的幻觉幻业逼到种种幻境界中受尽幻苦。这都加上一样的都是幻的，因为你觉得有苦都是觉。我不是想说你躲在地狱觉得受苦时，那还是觉在那里，觉可曾有苦。你在任何大苦时，将来我们要是在大苦中，在地狱中，你有一念知道原来决心非苦，你就处理。它不是像人间一样这一起果报的，它是刹那就处理的。因为苦难的地方都是刹那的，但是刹那之中却让你永劫受苦，就刹那生刹那灭，刹那生刹那灭，都在苦里。所以地藏经讲说，但求一念暂停苦，皆都不能得。就是他有一念想要说我歇歇吧，他就不是苦了，他就出去了。他有一念不在苦上，他就不受苦。凡夫的心就是如此，你有一念不在妄上，你就懂得什么叫明。你要不懂得明，就念念都是妄，那念念都是妄。所以胡言阿僧祇汉名不可数，此三毒心于中有恒沙恶念。这三毒心于中就有恒沙恶念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一切念头就是三毒心起的嘛。这早上要是没跟你们讲三毒，你还搞不清楚三毒心为什么起恒沙恶念。三毒心就是觉性入世的信用，你看错了就是掀翻天咒，摄入淫习，阴功伏魔，将毁戒体。那就是觉心现前之时，它必定随缘的请众贪也，念念你以为捉持请众，目以为实称也。然后随其说种种之入其种种氛围，堕其感受，营造其种种势力，痴也。这不是决心的信用吗？只是现在信用入到世间时，你仿佛就看到如是的业感现前。但是全部的业感呢，你要都知道，这其实就是你的根本大佛顶，那就是顶光神咒，现前即可解脱。本来的淫女当下就叫性比丘尼，虽然都是阴符的作用，但是它却是照见初尘的智慧，叫性比丘尼。这是汉传佛教教你直下见性的直指人心的下手处，它不同一般外道。你以为还有个东西可以避开，什么东西可以舍离？
还在这边妄想什么叫做净，什么叫做染呢？但有如是妄想，这种妄作就表示你跟决心还不相及。你要念念都在如实决心上参，念念都能够在如实决心上解释叫明心，明白一切法都是心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那恶法不是吗？唯心造不是你只解释哦，恶心也是心造，这种声音是要你直下担当，不是恶心是心造，那是你要在恶心之中看到是心，他不是只是告诉你恶心是心造，你要看到是心，恶心是心造，你所有的身根气力还是投往于恶而已，你随起流转，你只是无奈恶心是心造，我要你看到恶心是心，那所以的去向，你的力量，你的智慧的力量，你是念念之间明心，那因为明心故，何以故能成就如是贪嗔痴性耳，当你明白是性耳，贪嗔痴的名字在不在？在，就在。再也不是真正流转的势力嘛，它是明白觉心之中随缘的作用而已。所以那叫见性。这个不熟，可能听起来你们会比较迷糊，就像我常讲的譬喻一样，净色，净色现前就是净体的清明。但是净色一定是种种净色的炫惑、净色的迷惑、净色的势力，是越去执着净这个净色，它就越启发种种生成。但是能表现出如是生成的，不就是净体吗？净体不能够随缘如是表示、如是表现，那不叫明净。就是能够如是表示，就是明净啊。所以你看尽净色的千变万化，看尽净色的种种势力。你不过心中称扬的是明净净性而已嘛，那这种作用就决然不同，那叫智慧了，那就是入世间的智慧，那是知道一些种种众生业，知道一些种种众生心，那是智慧了。所以恒杀恶念，这三毒就是恒杀恶念。你举一法，那不是三毒心起的吗？你举一念，不是三毒心认的吗？那为什么是恶念？因为你被觉就是恶，所以恶字从雅，雅州的雅，雅者次也。你只要不认那是根本觉明的一心，那就被觉，你就会在那边捉持于二，就是恶心。一切恶行，行为的行，皆是从被觉中来。所以众生堕在恶趣的最大恶业，就是被觉。再放极大恶业，不如你发一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那是真消业，真忏悔人。要是恶业之中，你想咬着牙了，想要断恶了，用尽世间气力，发出世间的极大的这种毅力，都不叫大忏悔，因为还受流转故，都受流转故。真正照明此心，就是观普贤菩萨心法经中说的彻底汰换心欲事，如是之人真忏悔也，如是之人真精进也。心欲事怎么汰换？心欲事不能汰换吗？心欲事不就在那边，怎么汰换？你要用到世间之见，根本没有汰换的可能。可是你要站在觉体上，明心见性上面去体会呢，你就知道好似就是我们祖先讲的，不过意味而已，就易经的意，意味而已。因为每一个念头当下，你就具足如是清明的觉照跟随缘的种种变化。小圣人外道，他会在变化之中意味到种种清明觉照；大圣人是心中智慧更能圆满，清明觉照就是变化，变化就是清明觉照，指的变化就知道是清明。那叫圆满，统合一切，所有一切智慧圆满处就是佛智慧，总合一切，那就是依佛性嘛，就是从觉心中出，当然叫佛智慧。你不肯汰换，就类似我今天讲那个什么“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众者，这受者见”一样，他
就不是捉持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的那个见吗？他是知道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的见吗？知道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，你能说他是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吗？讲起来绕舌，你听得清楚吗？绕是因为我们心不清楚嘛，所以他当然能够明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嘛。镜子可以知道一些色啊，镜子是色吗？镜子说黑色白色，镜子是跟你说它是黑色白色吗？从来不是。你能如此叫太幻心意识，你能如实叫真精进，你能如是叫大忏悔人，是真大忏悔人，那叫把心意识打破啊，从整体打破。所以恒沙恶念都是三毒兴起，于一一念中皆为一劫，一劫劫者中国字，所以说汉传佛教有幸生在中国。劫者去力，去力就是劫，因为去力故才有时间的感受，才有这种过程之中的是言是处，你才有这种妄想分别，那就决心的去力。所以你再问，那到底要修多久才能够啊有所帮助，或者在修了多久才能够真正能够体会，你还是堕在劫中的语言，你这还是堕在捉此劫中的势力，受此劫中的祸浊的语言。因为劫现前叫时波，叫时量，你密宗修的时轮大法就修这个，叫时轮大法，因为就在修心中的密，不然你以为它时轮听起来好像很玄，好像很不可思议，就修这个时轮。那有的人虽然修持咒，但你也不懂道理，所以也不见得你参加持轮大法你能够得多少利益。明白如是心的人理须顿悟，是要渐修，你每个当下都是在时轮上修的，你念念都在修这个时轮上修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叫显宗，哎，显入生命只是告诉你真正你懂得如何起心，念念入密，懂得如何起心叫做显。那密宗呢，是从密而能显，因为你跟他讲种种道理他不能懂，此土众生他不能懂，所以方便与他说密。怎么说密？用尽诸佛菩萨的过去种种因运，种种不是一般众生可以去体会的种种行为，然后让他发生赤诚，结运在心，结那个因运在心，突然有一天他就能够懂得心中的种种布施行为。所以你看密宗都要观想，天上什么供养云啊，干什么作为一切心里面的观想供养，你观想不是显吗？那不就是显吗？显中念念之间，在一切行为之中，不就是结那个念念之间证得如是明心，证得如是见性的功夫，显中不是密吗？说显说密不就是那一念心吗？谁有说过密胜过显？谁会说过显胜过密？时间长短都是忘记，何况你还在分显分密，分显分密的人，说如是语言的人，当下就告诉他，行者，你不是修心，你但要修心，心中的如是妄想分别，你自然能和谐，心中如是这种曲解，这种内心那种世界的那种你以为的那种见解，你马上就能舍弃，因为你是修心。所以常说密不自密，因显而密，显不自显，因密而显，从密能称显，从显能称密，如是显密一心，才方知入心，才叫见性，那是真正叫见性啊。所以皆为一劫，如是恒沙不可数也。所以如是何数？那种恒沙，那种去劫波，那种时量如何数？那种数量如何数？因为一切数量就是觉心数量嘛，觉心能无量寿无量光，那何况你还能够数出它是寿量？你看到觉心，知道它是觉识，它是无量光，无量光就是无量数。
那是你根本不可数的无量数。为什么不可数？就是觉心显，觉心显是来骗一切，那一切你如何数？你现在觉得要数不数都是觉心显的，想能数的心都是觉心现，你拿觉心现的能数，想要现数出觉心所现的所数所数，那不过多增那种数量而已，多增数量在你心里面的那种沉重而已。所以是恒沙不可数，故言三大阿僧祇真如之性。三大阿僧祇就是真如之性，这无量阿僧祇叫不可数，这三大阿僧祇是贪嗔痴的三大不可数真如之性。你明白就是真如之性。那是道理我知道了，也有菩萨说我道理通了，你没通。叫你说三大阿僧祇真理与真如之性，是你当下就能回光，那叫懂了。要你平常我们听到道理，那个道理你还会发现，那个道理虽然懂了，可是你仔细思维，那个心中的方向呢，还是向外宣泄，向外漏失，那懂都是有漏。然后你能够定心思维，你所谓道理懂了，你第一个你看到心里面的性德作用，你看到里面的所有的一，看到心里面现前的所有的一切氛围气氛，那绝对是因为见次一定是如此，心行见次一定是如此，内念，你看到内念。过去要不懂的是觉，现在要你明白是觉。刚开始你参觉心时，一定是内念。连观世音菩萨圆通章就告诉你们：出于文中，入流王所，不就是内念吗？你明白那个入流王所处，你知道那是内念，知道那个名处，那个名它才能够反于诸于名，那个才能够，你才知道那个辉光的一体。那你要不先内念，你怎么能够反诸于名？过去在净色上面流浪迷惑太久，告诉你是镜子，你也最初体会是由内念处。但你真的是发心寻找镜子的人，就在那个内念处当下，他就能还照于色，担当一切净色变化。这应该就是正常的心中的过程。所以假如还抓着后面还有一个清净可得，那叫化尘。还在分清净可得，那叫二圣，那叫小圣，那是约心说的耳，那是约心说的话。所以明白心境之时，你就不可能在现在，你在熟悉心境当前，随其所看到的心中的变异、心中的意味，你还在那边妄堕其中，不可能。因为你真的是修心的人，绝无可能。所以说，若真修心人，但闻此法为没有不信者。你要把你跟你把心讲得更圆满，你怎么可能不信呢？所以真如之性，即被三毒之所覆盖。若不超彼三大阿僧三大恒沙毒恶之心，云何名为解脱？所以三毒都被三毒覆盖，真如之性被三毒覆盖。刚刚师父已经先讲了，三毒覆盖，三毒就是真如，只是换一个名字，换一个相，你就认为被覆盖了。所以我常用什么四川变脸做比喻，他在怎么变，你都知道是他。将来你成佛时还是他，那三毒就在眼前，成佛就在眼前。所以释迦牟尼佛、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视线成佛时都是有八相成道：出家、正道、降魔。哎，你降魔，所以你们的故事都知道，大自在天就站在佛前，像佛就算射箭，箭即佛前自然坠落。那有什么意思？那感受的势力就在佛前，就在那个觉心之前。你拿那个感受的势力想要伤及觉体，绝无可能，因为他感受都是觉心啊。那个感受是谁？大自在天。楞严经告诉你是梭毗迦罗梵天先梵天咒，
就有这么大的获着力了，那还大自在天呢，大自在天王，那就是你决心最初入世的那个势力啊，他就在眼前。你看错了就是流转，你看对了呢，十地菩萨，那就是十地菩萨。十地菩萨多做大自在天王，那是十地菩萨。你看错了就是摩天逼迫。但你要是明白佛性时呢，经文都讲大自在天王就成护法。什么叫护法？还是如是法如是现，但如是法如是现处你知道是觉体，那叫护法。现出来你都助你知道是觉，助你成佛，那当然叫护法。助你让觉体长得更圆满嘛，因为觉体现前就是势力，镜子现前就是色中的作用嘛，你要灭那个作用吗？找到镜子吗？你干嘛灭它呢？你要明白镜体时，镜色的势力就在镜体上嘛。镜体我这样的比还不对，因为镜体根本无形无状，觉心亦复如是，你这样的比都不对了，比都多余，就在眼前，就在当下，那你还会被它的这种镜色之中的惑着逼迫吗？侵损吗？绝对不可能嘛。所以就被三毒覆盖，就是三毒的名字覆盖而已，就是真如。你明白时，真如就是它；你明白，你不明白时，真如你不明白时，真如是三毒。你要明白时，三毒是真如。因为我讲过，真是什么意思？真是能圆假吗？能骗一切假叫真。假不能自假，它一定从真中出，真中现。真也不能自见真呐、啊，那你要知道假处就是真嘛，明白假处就是真，就是如是真，它能如一切法，它能如一切法，那如一切法处就是哪里？不就是假吗？但是全假是真，说假你也知道是真呐、啊，假亦何妨？全假是真，只是名字不同而已。贪嗔痴又何妨？就是真如啊，就是真如，但是。我讲这个话不要听错了，就是因为常常有人故意曲解这种心性中的语言，它不是一般众生思维的那种模式的，就故意跟你说贪嗔痴就真如嘛，所以他什么都敢干，对吧？你要看到这种人千万远离啊，千万远离。你看到他那个相啊，因为我们是凡夫，看到那个相他就会污染你，玷污你的佛性。儒家都说不与怪力乱神，你天天跟怪力乱神在一起，你小心了，对吧？你将来就在那个相中，你什么时候着迷你都不知道，将来你就难脱如是幻境，难脱如是幻影，那个势力。佛门讲的是修行人见性的语言，不是他们拿着世间那种狂妄、那种卑劣的声音，甚至于还说吃肉他可以渡那块肉，这就是。沉浸多少恶心在图，只是正常化他的行为。那他的行为是什么行为？就是恶心。吃肉怎么能度他？你就不要吃，你就不杀他，不伤害他，就是度嘛。你干嘛一定要这样度他？你要真的是有那个大悲大愿的，你站在众生面前，他就应该马上舍报生在人间嘛。你干嘛要杀他？你站他面前，他业力消，他马上舍报；恶业全消，马上舍报走了。你根本不杀他，他自己就坏，如是业身。杀他干嘛？你杀他的时候，他受那个痛苦，那隐隐挣扎。现在科学科技已经都能够帮你用科学科技仪器帮你测出来，那一念惊惶，每一个身分、每一个血管都灌满了他那时候的惊吓跟恐惧。所以你吃到的是营养吗？你就算营养我们的色身，但我们色身叫做什么？众生业感色身嘛。那业感色身是什么？你感觉到非常充盈，充盈的目的就是我们像个吸盘一样就抓那个业感。那哪种跟你像精灵就一直在吸啊？那恐惧惊惶你都在吸啊。你说我身体很健康，健康是为了要让你有一个载体去吸那个业感，让你觉得很健康，要业感众生，要心清净的时候，你不要说你开悟了，心清净的时候自然就会减责，他不会耗耀那些惑人之色。
心清净的时候，耳朵自然不听靡靡之音，他就知道这个旋律，这个旋律啦，它会祸乱淫，就淫逸人心，对吧？这个声音呢，会振奋人心。这个不是我讲的，这你看孔子的故事，对吧？他听那个音乐，听那个音律，他一听就知道这是对吧？周公所作，他一听就知道这个音律不一样。其他的，你一听就知道，你每一个音律之中，你都能感受到那个音律旋律时，他在表达些什么。心清净的时候，圣贤心都清净，鼻中自然不会去嗅那些惑人之香，不会耗药，不会去追寻，舌根绝对不会去淡血腥之气。生根也绝对不会去碰那些让自己心里面常常就是散漫的那些东西，意根也是如此，它会兜摄六根，心清净。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我们自己去检视自己平常日常生活食衣住行，你们叫衣食住行，台湾叫食衣住行，你还打散在哪里？你需要清楚，你就要认识自己，你心就在哪里。你还在追逐什么食衣住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所以不是能不能吃嘛，你根本不需要嘛，楞严经就告诉你根本不会需要这个嘛。你但凡还有任何需要，靴履求翠或者是地上梗米，你就足不能离地。楞严经不是读过吗？刚刚你们读过我才能讲，足不能离地就表示你还受当土业力嘛，必受当土业力，你根本不必需要，对吧？而且心清净时，你走到那个地方，你马上就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有什么人来过，是圣人，是恶人。他虽然人都已经走好几年了，可是会留下气氛的，你不知道吗？你都以为你不知道那个心中的维系吗？过去这个地方发生了好事，十几年以后，你看那个地方，他还会心里面会有影响。发生一个恶事，还有戾气存在的，心清净看得到的。我们心清净能这样看，祖师啊，他们古德那种清净心，它会反射于你，所以你去瞻仰祖师留下的遗物，像六祖坛六祖慧能大师的鞋袜，在南华寺有啊，你瞻仰光孝寺在南华寺去顶礼一下，你看到那些遗物，那叫舍利，那是遗身。因为它就是能够潜移默化你现在的发心，能够用心来转心，能够传达智慧，都叫舍利。所以舍利佛叫大智，舍利佛就叫舍利子，舍利子就叫身子，它是传达如是大智，就才能叫舍利子。不然随便人烧出来了，就算烧出一个弹珠都不能叫舍利。你一个圣人的像挂在那边，一瞻一礼，他都还会转你凡心，他还会潜移默化。那孔子的像懂得瞻礼，你还能转凡，将来就必定有转凡成圣的心里面的那个作用。你看到一个明星的像，你要跟他常常亲近啊，你将来就会发现，你就举手投足就像那个明星，对吧？因为以前我们班上有一个非常喜欢周润发，每天在他的家里面挂周润发的照片，他所有动作都是周润发，那么心你不知道，心在相中，那只是一个相而已，它能影响你，它能影响你，所以千万不要小看。所以要是心清净，他就知道这个地方的环境了。那心清净的人看到一块肉，他就知道这块肉包含了多少惊慌恐惧。你还会吃它吗？然后有那个需要，需要都不需要，心清净都不需要了。而且你看到肉还知道它的惊惶恐惧，你还叫度它吗？那现在更有人常常去找这种人去算命、算运势，他那一小块肉都算不出来，帮你算你这么大一块肉的运势。他眼前这么小一块肉，他都搞不清楚了，你拿这么大块肉告诉他，你帮我算一算。你小心，他说他吃肉人度众生，你小心啊！有一天你不见了，这是开玩笑了啊！所以，今若能转贪嗔痴等三毒心为三解脱，
实则名为得度三大阿僧祇劫，但断贪嗔痴三大阿僧祇劫就断。问就为什么断断贪嗔痴？师父已经讲，怕你们还不熟，所以这个留的声音在心里面还没有办法随时提及起来。贪嗔痴就是决心随缘请众处嘛，才有贪嗔痴嘛。断贪嗔痴就是还归于觉体时嘛，就是还归觉体时嘛。最初的贪嗔痴就是觉体随缘处嘛。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根本贪嗔痴在哪，你要断了它不是贪嗔痴。那就叫做贪嗔痴，就名三解脱嘛，从此三解脱嘛，也能够得度三大阿僧祇劫，就没有再有这些什么阿僧祇劫这些劫波食量。你还在这边有什么食量吗？觉得食量都是贪嗔痴，那就是去理都是贪嗔痴。不是像你们在每个动作每个甚至于吃饭中就明白那个明白的心吗？你熟悉时你就会知道，你就站在明心看一切感觉。你要是用到心熟处，你连自心所起的任何念头你都能够这样子看，因为用久了你会发现你随时那个明心就在后面。虽然那个是最初，那都不叫见性，那个明心是因为过去的不明起的，所以这个明心虽然现前时它不同过去那个不明的业力，但是这个明心将来还会回流转在不明，因为它受它势力，只是现在方便在一个不明之中你先能分别出一个明白。但是你要是真发心人，你最初方便分别出一个明白，这个明白它就会激励你再往下参，心中的智慧再往下不断的增进增益，这是一定的。因为决心就有增益相，你要是没有增益相不叫决心，决一定有增益相。以决入决，以决意一切觉，觉讲以觉入觉，以觉意一切觉都多余，那就是觉，觉就如此，就是如此，它就是如是嘛。所以叫得度三大阿僧祇劫，目视众生愚痴顿根，不解如来三大阿僧祇劫秘密之说。所以目视众生不解如来三大阿僧祇劫秘密之说，所以显宗不也是在这个秘密上参的吗？告诉你发无量劫的心，告诉你三大阿僧祇劫的心，但是他是叫你面对三大阿僧祇劫，他是叫你当下面对这一念。那当下这一念，他叫你参三大阿僧祇劫，叫你说一定要修三大阿僧祇劫，他是真的让你说修有一个时间，觉得很长很长这样修吗？你觉得很长很长这样修，不是现在就是明明白白那一念吗？你觉得很长很长那一念，你都知道觉得是谁，你根本不随那个很长很长那一念，如何佛叫你修三大阿僧祇劫？但是你修贪嗔痴时，你不面对的就是贪嗔痴的三大阿僧祇劫吗？那我说你修三大阿僧祇劫有错吗？就那一念修三大阿僧祇劫吗？那一念修就是多余的。你要真正知道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，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，佛说三大阿僧祇劫即非三大阿僧祇劫，一样道理。你是坐在三大阿僧祇劫所受的知见吗？那当然不是嘛，啊，所以这个祖师慧能在猎人队里15年，他是真15年吗？你说师父你讲话的意思，他不是真15年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这种俗眼啊，肉眼凡胎啊，人家是法眼。你看他是15年吗？我们肉眼凡胎就看到这时间呢，我就告诉你，你连你这个身体都刹那在变，你哪有什么15年呢？你的意念都刹那生灭，哪有什么15年呢？这15年的概念是那个刹那生灭的意念为你累积起来，就蒙惑于你的15年，然后拿刹那生灭的这个皮囊，它的变化里面，好似生住意灭的这种变化里面，从年轻到老，你才好觉好似真的有15年、20年。因为相都好像真的有变嘛，所以你就认为是真的，其实你就是刹那变，你完全所有的生住意灭都是刹那在为你一支撑的，生灭中为你支撑，没有那个刹那生灭，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变化，你没有那个变化，你连生命的感觉都没有，生命的过程都没有。
所以那些现象是什么？就是业感，他一天随业感的势力，如是法如是现，他就有生住异灭嘛，变异的相嘛。但是每一个刹那生灭之中，你是在过那十五年吗？你过了多少年？你我们要说活到一百岁，那你在刹那中，你仔细思维，你是真过了一百年吗？你抓的那感受，感受都不是真实，有个一百年，它刹那生灭。那意念的假想为你不断的累积，你真以为有一百年，其实就那一念，都是那一念，从来没有二念。这点呢、哦，可能现在跟你们讲，你们很难体会。讲就算讲，听在心里面，就算你心里面觉得说啊、哦，好像就是这样，也很难体会。所以师父再三就是告诉你，不断还在把你拉回来。你先把那个明明白白的心，你先提得起来。你将来就在那个明明白白的心，你就说你觉得我过了二十年，那一念你根本都不去捉持，念念不捉持。将来你会在那个明明白白的心看见你心念的变化，看见你身根的变化，因为他永远不会离开看见这些嘛，都是这些啊。你那个时候再告诉我，你是何年，对吧？你度了何年，多少年？你知道告诉我。就恒常这一念而已嘛，将来面对生死也这一念啊，觉得死也这一念啊，因为他就是这一念，所以他也这不是真正众生以为的那个断灭啊，所以就是《楞严经》讲的此时彼生嘛，他知道此时彼生，那个又要多少年？那你说我此时彼生，我知道我现在要去哪里，那又多少年？那不是那种概念了，都已经不是那种概念了啊。愚迟钝根不解如来三大阿僧祇秘密之说，遂言成佛成劫为祇，岂不一悟行人退菩提道？所以不解如来三大阿僧祇秘密之说，遂言成佛成劫为祇呀、啊。说要进成劫，那也很难成就。那这一句话就迷惑众生，永远不敢发究竟心，发绝对心，永远不敢勇往直前。你要勇往直前，也是那一念，也是那每一个念头当下回光，你习惯也是那一念，可你却不愿意。为什么？你就是尘劳之中过去的习气太深嘛，你只认尘劳，你就不肯想要在尘劳之中。你有一念，有一个声音告诉你，你要是但随尘劳，将来不要临死之时，就是这一期命光将谢之时，必受大苦。将来受苦之处，将来再去投胎做任何世界，就是由如是苦相苦心之中所建立。所以他就一直不断地帮你营造下一生的世界。这个有的时候不必怀疑，我们现在心不一样了。实际上我是住在台湾，是一个小岛，我只拿小岛做比喻。心不一样了，你身在台湾的那感受不一样啊。有的人觉得台湾就是处处都是险恶，有的人觉得台湾处处是祥和。心不一样，我们处在一个空间里面，这个空间跟你的影响不一样。你以为你感觉跟我感觉一样，我们看着是空间，但每一个人色受不一样，你相信吗？我们现在大部分是同业众生、共业众生，似乎仿佛好像相同，但仔细思维，别业之中还在这个空间之中，色受不同，所以你永远都是在心中看到的国土嘛？哪有一定的国土？你看到的国土跟我看到的国土就不一样，知道吗？所以要是成佛的人看到娑婆都是黄金铺地，一般众生就是满路荆棘。我们都是这样的活的。只是有个共业在那里，好似我们讲起来好像看起来相同，所以你在迷惑他，他也在迷惑你，仔细思维还是不同，怎么会相同呢？没有一个人的世界不是自心建立的，你心不一样时，你感召都不一样、或者是小偷，或者是打毒品，那怎么感召就没有离开过世间那种毒品啊小偷？奇怪，那全天下的小偷怎么他都能遇到？你觉得很奇怪，他都能够成为朋友，恶人就是如此。那你心性一转，那世间你所感召就不同。感召是什么意思？感召不是人而已，感召还有世间的观感，所有的一切心灵的启发都是感召。
那决心就是如此，那就是如此啊。所以你要说呢，为其就贻误终身啊，一天到晚讲三大二生起戒。所以汉传佛教宗门祖师的提领提息，直指人心，就叫你这一念参什么三大二生起戒。你这还想三大二生起戒时，用到过去的公案就是一相版，对吧？觉得三大二生起者谁？你能够这样子回光，你有一天熟了，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。问菩萨摩诃萨由持三句境界，行六波罗蜜，方成佛道。经历学者为止是为止观心，不修戒恨，云何成佛？答：三句境界者，即至三毒心也，就是面对三毒心。所以祖师讲的话从来没有偏离过他要告诉你的主题。三毒心就是现在的决心，就是你最初入世时你不觉，从此以后流转的最初因缘。你看错了都成摩登伽女，摄入淫习，因功伏魔，将毁戒体。过去我读《楞严经》就这几个字，特别感受，对吧？因为你就会感受到每个感觉里面，你假如不是在觉醒觉明上体会的，你没有办法收摄在觉明上去想看感觉。我讲这个都多余的，只是最初你要这样去不断的摄心，你就会发现那个心就马上啪出去，你就发现那个心有漏的可怕，砰，随时都出去，一直出去，你要提起它再拉回来，提起它再拉回来。刚开始很不习惯，你好像是真的在一个明白看一切所明，那好像就是两个差别，将来熟了你就知道。现在跟你讲，你没有经过那个，你就搞不清楚，怎么弄都搞不清楚。将来熟了你就知道，那个所明上面的，真正叫愚痴可怕，愚痴至极。所明上就是业力支配的，是根本做不了主的。将来你要在心性找中找到那个常主，对吧？那就是从这一步开始下手的，念念去做官的，对，所以一些。你说至三毒心就是决心，所以呢，淫功伏魔，将毁戒体，你就真正体会到那个楞严经告诉你什么叫开智慧的楞严，每个念头就是这样淫功伏魔，就让淫逸心伏魔，你从此以后深失去决心之中根本的正律，你就是倒在种种感受的所有的那些氛围里，那叫戒体，戒体都毁，将毁戒体，啊，所以三毒心就是决心嘛。至三毒成无量善句，你能明白三毒时，那三毒过去都是一切现前的感受，但你要是明白三毒都是觉体时，每一个感受现前就是你无量善句。过去这个句叫句落，就是从此分离，将来这个句是一体，一体那是善句。虽然是一体，但是它可以立种种句，但是种种句你都知道是一体。譬如说大海，你站在大海的亮度，你是人容纳一切种种水种种溪，但用水的名字都能容纳于海，所以你看的是一切水大海的亮度，它绝对不是拿一滴水的亮度能量大海，但大海的亮度，大海没有什么亮度，它就是明白一切水，一切水的亮度入大海，入于海中，大海就是一切水的亮度。觉心就是如此，所以当你那个句时，你明白是善句时，你看到都是各种万千差别，但是这万千差别都变成了八万四千种种性德，但是你讲八万四千的时候，有八万四千的名字，但是种种性德处，你知道它全摄一心，就是一心的性德，一心性德之中方便说八万四千，说种种句何妨？它是一体的句啊，那叫善句，句者慧也。这今天把这段讲完啊，因为下一堂课是皈依了，无量善法普惠于心，故名三句境界，无量善法摄善法界。设威仪界，设善法界，设终身界，你的心中一定有这如是三个界体律动，在觉体上你要看到如是律动，设威仪界，你要明白如是觉体，你的心也一定不同，你要如是念念不断的在心中如是反观，甚至于不单是觉体之中心意不同，你甚至于知道什么心就什么样的行为，
将来你就容易在先前的行为里面，你一举手一投足，你就知道，哎呀，我现在又在习惯什么心。你要真的是修心的人，你就能设一些威仪，你还明白一些威仪。就好像小孩子要读书，他真知道要读书时，他就自然知道什么法该做，什么法不该做，他心里面自然能起设威仪的智慧。所以是在设威仪之中，他能设善法，一切现在于他所学，他能尽设，一定有这种作用。为什么？觉也就是觉心。因为能如是觉，所以他能摄众生。摄众生不是只是摄善法了，他还要环照一切众生。这环照一切众生叫摄众生。所以有圣人在世间，所有一切周遭，所有一切过去芸芸苍生都能得利。所以圣人的心，这一念大觉的心体，常常把它比成琉璃。为什么比成琉璃？为什么佛门之中很重视琉璃，名称重视，但是后来大家都重视那个物嘛，器物，名称重视。世间有如是宝物，也表示众生心中有如是信用。因为琉璃它能润泽万物，你家里摆一个好的琉璃，周遭的器物都被琉璃的光润所染，能染成琉璃的光润，这叫摄众生界。所以心如琉璃，能够常润众生。你要有这种看到觉体的解释，一定摄为仪。你当下就看你心在哪里，你是修心的人吗？现在的行为呢，每个行为是不是根本还在打散于心，还在因功伏魔？不要说将毁戒体，你都毁戒体。你是不是摄为仪？是不是摄善法？念念之间还是不明因果吗？那就不是摄善法。是不是摄众生？你是在影响众生，还是常被众生所影响？你能把如是三个戒律三句清楚，你也是明了一心啊。六波罗蜜者，即净六根也。胡言波罗蜜，就是净六根。胡言就是从外面传来，我们都说胡言，印度传来，过去只知道外国传来的胡言波罗蜜，汉名达比岸，以六根清净，不染六尘，即是度烦恼河。六根如何清净？这讲课快，这个因缘快结束，所以要问问你们，六根如何清净？六根不是在六根上清净的，在六根上清净，想要在六根上想要清净六根，你永远清净不了。六根是你明白觉体清净的。当你明白觉体是六根所起的一切信用，叫波罗蜜，叫般若波罗蜜，那是大智慧到彼岸的清净。六根怎么样不染六尘的？六根现前就是染尘，就是如是性，就如同早上那个楞严经讲的，摩登伽女，过去性就是淫女，你要改变她的性干嘛？根尘就是放逸，就是淫逸，你要改变她的性干嘛？但是她怎么样不染？你明白觉体，那就是不染。那什么叫不染？你不在她一定能够成就世间的作用上，随染而堕于染，叫不染。那就是不染六尘，即是度烦恼河，就在烦恼中。早上讲有第一个，对吧？这个叫做什么？第一个叫做劫浊五浊，烦恼浊。第二个就是烦恼浊。你从此错认嘛？你都堕在感受的炽热之中，然后念念滋生就烦恼，所以你不是堕在六根六尘的那种过去烦情的作用中嘛？你就不是烦恼浊，你就能渡烦恼河，至菩提岸，念念体会的就是你觉心觉明心体。虽然还没有到如是觉明来，但你已经站在感受，不是随感受流转的业力了，你是站在感受的边边上了。这个就是宗门有个叫石牛图，听过吗？石牛图第二见机啊，这前面不要讲说寻牛了，寻牛是茫茫波草去追寻，就表示你还不知道在哪里，就是叫你们用那个明心，刚开始一定不熟，茫茫波草去追寻，对吧？然后到了第二见机，就是知道一点迹象了，那个迹象是水边林下机变多。那为什么叫水边？它就不是水中了，
什么是水边？什么是水？是意识的是是因如水。什么叫林下？念头离那处叫林下。为什么是水边不是水中呢？你以为虽然你看的是水，但你却不是水中的力量了，水中的业力了，你是站在边上。你能体会那个边了。水边林下鸡变多，芳草离披见野磨，虽然被都遮盖了，那你看到了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看不到那个心流。纵是深山更深处，纵然是深山更深处，聊天鼻孔怎藏他？我不要看着他，我只要感受他的呼吸，我就知道他在哪里。你不要看任何觉性在哪里，你只要感受到任何感受现前，就是觉体的呼吸，就表示什么？你参那个明白时，你要是怎么的懂得见机，就是你在任何感受上都有知道觉性的呼吸就在哪里，那就是聊天鼻孔怎藏他，这才是石牛图的第二见机，对吧？但是我似乎讲到见机，你都不知道师父在讲什么。好好参去，好好参去啊！如果是不参，将来如果说学佛，尽你一生也无意义。如果是不参，这后面有讲，后面的文章啊，大家可以没事把它读完。若是不参，今生你就要告诉自己，注定今生命光宣泄时，纵然你有福德，好像感受都是善报，那也不过都是将来轮回的业因啊！大众请合掌，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普及一切，弟子与众生，弟子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，皆共成佛道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